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来，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些好看。你们会不会有小孩子啊，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啊？当我们睡醒，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亲戚呢，他们的皮脂是特别敏感的，他们醒来就会可能打哈气啊，哈啾这样，或者是小孩子就是一直会流鼻涕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？现在呢，今天我们以很小的一个投资，就一个月90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以上所有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呢，让我来一一跟你解释。关于今天我要介绍你们的好康 ，Koway Lombok Tree，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Koway Lombok Tree 了。那它的意义的方向呢，我现在来为你一一的来。今天让我来跟你们介绍 Koway Lombok Tree。 现在你看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空气污染指数的一个 indicator 啦。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的 indicator 是来自哪里呢？就是来自我们周围的我们所看不见的一些细菌啊，我们所看不见的一些灰尘。 OK， 这些灰尘都是会来自哪里呢？都是会来自我们的沙发 ，OK， 然后甚至外面的一些好像窗帘啊，然后这个我们的 plaster ceiling 的那个灰粉啊，都会有的。然后甚至最低的是来自这一些 carpet， 都会有生产这一些灰尘的细菌。然后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家具啊，这一些。木板啊，它残留的灰尘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空气的污染在我们的室内里面。那今天 Koway Lombok Tree 它的方向就会照顾了你整个家，甚至你的厨房，你在做任何的煮法的时候油烟啊，这一些 Lombok Tree 也可以帮你把这个污染指数降到最低。OK， 那这里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实验。那刚才我们就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它的指数，这个是空气的污染指数。当它吸收了这一些这些旁边的空气之后呢，它在 filter 过了六层的 filter 过后，它出来的成绩呢，我们来看，这个就是一个空气污染指数的 tester。所以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污染指数为多少？零和一而已哦，看到零啊，看到一，这个我没有手动啊，没有手动啊，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样？可是你看，在室内的污染指数是它的指数是90，可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一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Lombok Tree， 谢谢。Thank you.